我觉得这新闻只要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男人现在没有名字，他现在只能叫新垣结衣老公，他不配拥有名字了。哦，对对对，这个也是一种虚拟观落音。好像 Netflix 的影集《黑镜》里面也有一集有讲到类似的东西嘛。如果你用这个人过去的一切东西，包括他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言，他的信件往来，他的人格，他通讯软体的对话，来建立一个 AI 演算法模型，那么你跟他对话是在跟他的灵魂对话吗？假设真的有一个程式好了哈，他收集了你从小到大所有的发言，哦，然后用这个演算法来推算说你将来会有什么样子的成长跟使用语言变化，包括你可能接受新文化的速度，新词汇的速度，哦，它甚至可能比你还像你自己。没错没错，它就像灌装脑的理论，哦，我是很重要吗？对于在乎你的人来说可能很重要，哦，如果说有人真的在你过世之后非常非常想念你，他想要听到你再对他说出某些话，哦，或者是他想要跟你分享一些他的生活体验，也许是你喜欢的人想跟你说，哎，你还记得我吗？我现在过得很好，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今天去哪里看什么书。然后这个 AI 在你离开之后，他可以给他一些安慰，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数位观落音。对，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数位观落音，因为它是用你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对，只要它准确度够高的话。对啊，如果说这个东西的确能够给予关心你的人，而且希望听到你声音的人安慰的话，它的确就起到观落音的效果啊。